分散，唔該曬咁多位，非常之精彩。他哋身上佩戴嘅咧就係、多謝曬 Hodo 提供嘅瑰麗珠寶啦，同埋 Alessandro Bridal Gallery 提供嘅全美婚紗，仲有 Thompson Thompson 提供嘅優雅新娘花球頭飾。今日三部分嘅晚裝同埋婚紗示範咧就暫告一段落啦，希望大家咧都欣賞到呢一啲咁靚嘅婚紗。